呀跳过水哟，一日复一日呀走走又停停，跳出了多少情呀，跳出了多少意，情意比山重呀，情意比水长。大爷还敢挑夫，我大概不会离开。说真的，我还真的喜欢这一行。那我去劝武大爷，他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求他老人家。为什么？为了不想让人离开我们。祥，你该不会再想去当什么大侠了吧？大侠？小林啊，现在哪还有什么大侠了？去当个挑夫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的是连天风沙的路，吃的是心安理得的饭，过的是无牵无挂的日子，我很满足了。小林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会说话？这是我心里的话，这跟当年武大豪说的话一样。这孩子是第二个武大豪啊！我一定求武大爷他老人家成全你，可是别忘了，到时候我也是个挑夫哦。你不行呐！为什么嘛？将来你成亲了以后，你丈夫不会答应的。为什么不会？如果我丈夫……也是个挑夫呢？他也不喜欢老婆挺着大肚子还女扮男装啊。哎，那可就是你跟你爹过意不去了，这夏大夫的女儿出来干挑夫，挺着大肚子啊，一定得了水谷病。大老爷，你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了？小林，好了啦，小林，好了，对不起爹。夏老婆，爹，进去睡吧，明天一大早我们还要去救虎子呢。爹，二虎真的很危险，不容易救吗？你这一阵子有问过武伯伯这句话吗？什么话？我听武伯伯说啊，你对他就从来没有说过有一件事情你办不到。不管什么事你都抢先逞能。爹，我还不是担心武大爷不带我来找您老人家。灵儿，爹明白。哎，岁月不饶人呐。爹年轻的时候太过逞强，冷落了你娘。今后我不会再冷落我的灵儿了。小罗，是老婆。灵儿，爹，你先去睡，我有几句话要跟小罗说。哦，小罗，什么事？没有什么事，随便聊聊。小罗，哎，你真的不愿意学医？我怕没有那个天分。那是个人的兴趣。那你今后喜欢做什么呢？我
我觉得我干的挑夫挺好嘛。听你的话，让我想起30年前的武大豪来了。他跟你的脾气一样的倔，人家请他去当护院，他都不去啊。我可比不上武大爷，武大爷他老人家江湖阅历丰富，待人厚道，而且对我们小辈更关心。那是他的本性。小罗啊，行行出状元，好好干啊。将来武大豪那根枣木扁担呢，一定是交给你了。我不够资格。不听小姨的事，是不是他瞧不起我当挑夫？不会呀，他武大爷这么好。我是真的喜欢上小姨了。你妈早啊！早啊！啊，嘿嘿，你咋？咋？你到河边去挑些水来。哦。来，我扶你起来坐椅上。不用，我喜欢坐地上。你喜欢坐地上？哎，是啊。哦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是在练功，练的是老和尚功，是用我的内力啊吸进地气，然后啊再上达三焦。等我这一层功一练好了。我就是中原一点黑了。什么是中原一点黑啊？就是别人想打我的时候啊，我一使出这一层功夫啊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啊，对，哎呦，就是说我把那个人呢，打得他痛得哎呦哎呦乱叫，吓得他脸都发黑了，所以就叫中原一点黑。很厉害喽。你爹和那位姓武的大爷会不会啊？哎，会，他们都会啊。我们这一群呐，那什么小鹿、白大哥，他们都会。哎，那个黑小子来。哦，只是黑子啊。嗯。天没亮，他们就到夏大夫那儿去埋伏了，看他们收到你的信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啊。哎，英娃，我问你啊，你怎么会当那个老东西？哦，不，你怎么会当老神仙的干女儿啊？因为我师父很自私啊，他谁都不相信，只相信我啊，所以我的本领啊学的比较多。哎，不是的，我是说你怎么会当他的干女儿啊？他每次替别人治病的时候啊，都要我在旁边替他翻译苗语，而且啊，师父也喜欢神神秘秘。每次都要有人在旁边替他烧香磕头。我从小就是他的玉女。玉女？哼，那还有个金童呢？嗯，金童啊，已经得瘟疫死喽。你笑什么？哦，我是笑你师父啊，不能治好自己的金童。哼，我师父说他是阳寿已尽，就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的。
哎，英娃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们听了黑子的话，才逼我们把药给交出来？是啊，你们不肯用药救我们山区的人呢、啊。那个夏大夫就更可恶了，他买药请你们送来啊，有好多好多钱是我们凑的耶。嗯，黑子是这么说的。嗯，他说你们留在这儿，准备把药配好就卖出去，完全不顾我们死活。他胡说了。情比山重呀，情比水长。跳呀跳过山哟，跳呀跳过水哟，一日复一日。他说你们留在这儿，准备把药配好就卖出去，完全不顾我们死活。他胡说了。现在正在忙着配药，等把药配好了，就请古药师跟八药师啊替你们送上山去。因为夏大夫的儿子，啊，不是夏大夫的女儿啊，来找他。那夏大夫呢，就托付这里的吴大爷，叫人哎找他的徒弟佟大哥，直接上山呐、啊，监督八药师和古药师啊替你们看病。哎，哼，我看呐、啊，只有这个黑子啊，跟你师父才想拿我们的钱呢、啊、去发财啊。干嘛？哦，你还不信啊？哎，你不信可以。哎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人呢？人呢？我刚才……哎，快点啊！先躲过那个小子，这个发财的机会不能丢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说的没错吧？走吧，哎，快点！哎，大哥，这箩筐上这条线朝南呢。哎，大哥，前面山坳里有栋房哎，走。吴大爷，你们在哪里？小鲁，小心一点，把鼻子捂起来。哦。你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啊！他胡说八道，我是听你说的。你不是说？哎，我是说发财，英娃。如果我医好了大家，哎，我就是老神仙了。我说的是以后再发财啊。你简直胡说！哎呀，不要打了，我们一起去见夏大夫。不必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要你死！点。我们太大意了。嗯，这附近呢一定有很多陷阱，大伙儿小心点啊。嗯，好。
哎，大脚你怎么了，大脚？哎呦啊！哎呦，我真倒霉啊！这个被盖上说不说啊？这个屁股正好堵到一个松鼠洞，那个混蛋松鼠啊！哎，以为我屁股是送上门的上好粮食，狠狠咬我两口。很像旱东西用的那种水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我们到那屋子看看。哦，哎呦，这什么怪声？我脸好痛啊！这一身骨头好像被黑子他们全给打散了，哎呦，来伙伴揉揉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会怕痒了。哎呀，没有关系，我帮你捏捏，很舒服的。哎，不行了，真的我会怕痒啊。哎呦，小傻瓜，我会害你，我帮你捏。喂，帮你捏啊。你别捏啊，我真的怕痒。哎，我告诉你叫跑，帮你捏，你再不听话你小心哦，我会死掉。哎，别死腰法，过来吧，哎呦，我别念，小傻瓜，哎。老爷子，里面没有人。哎，我们得赶紧回去，说不定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找来了。他在路上一定安装有机关消息，跟这个地方相连。哎，对，走。这儿啊，比石洞里舒服太多了，那儿空气实在是不好。爹。今天药材够不够了？哎，够了。啊，方药师，服用的方法你都知道了吧？我想凭这么多药，该可以把瘟疫治好了。如果夏大夫一起去，那就更好。我离家实在太久了，我应该回去了。再说啊，为了我的女儿，我也应该结束我行脚天涯的日子。哎，对不对，灵儿？对。爹，我等您打出生就等起，一直等到现在。爹，爹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。哎，娘，不知道武大爷他们救了二虎了没有？娘，您放心好了。夏大叔，我把这些包好的药先送到石洞里去。
爹。嗯。那我也去帮忙。水就不客气了。黑子，你，我师父费尽心机，就等这批药运来。本来还把你们两个当成自己人，一起合作，再恢复信下没来之前的名头。黑子，我们是大夫，救人一病要紧呐。你倒说起大道理来了啊！我们发财要紧啊！你。你少说话，我最恨的就是你们，把他抬走。是好多了，好是好多了，不是还是有点酸呢。哎，别捏那里啊，那里好痒哦，这不是酸呐、啊。哎呦，现在不酸了。哎呦，快走啊！对，可别叫黑子那王八蛋先找了去，他的喷筒啊可厉害的很呢。对呀，快走。哎，我看了，这种老婆啊还是不娶的好。对你好的时候捏得你浑身直发痒，要是一发起脾气来了，我看我这全身骨头都要被他拆散了。说什么？啊，我没说什么，我没说什么啊，我是说我们快走了，哎，快走了走了。不要，他们死不了的，你这个混蛋，拿着。别急，我们再到那小屋里查一查，万一他们俩出事，我们一定要找寻到。是。你我爸你爸我爸我来了。你没死啊？你才死了，胡说八道。哎，胡子，有没有受伤？我瞧瞧。没有，爹，你看不是蛮好的吗？嗯，好。哎，对，云花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爹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位是五伯伯。哎，还有哎，这个是爱睡觉的大脚。哎，还有他是爱喝酒的老七嘛。嗯，还有这边，这是小鹿。这是小玲儿，还有这位是夏，夏大夫。云花姑娘，您是来拿这些药材？是啊，我义父在3个月前就叫我来了，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夏大夫会请人送药来，就准备在你们必经的路上。他说你们不好，现在我知道是我义父不好。姑娘明白就好。小鹿，哟。带着大娇老七，把这个黑子送到吴老爷那送官就拜。是，这有两封信，
一封信是黑子的罪状，一封信请吴老爷转递。嗯，是。大老爷，带走，走。走吧。吴先生八仙的伤势可以上路吗？哎，可以，我们冲得很快。好，樱花姑娘，你把药拿去。大药师，我徒弟在昆明的高升客栈，我叫他帮助你，这是我写给他们的信。谢谢夏大夫。你们不要钱？不要，夏大夫已经付过了。哎，我代替我爹跟大家谢谢您老人。哎，你代替你爹？银娃的爹是土司。哦，大哥，嗯，我看这样吧，东西这么多，我跟虎子呢，跟他们先下山去，等他们雇了人呢，我们再上来。好吧。希望你们能到苗童来往。啊，有时间我一定去拜访。谢谢谢谢。啊，走了，我们走了。慢走慢走。再见。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夏老怪物，总算我替你办完了事儿了。另外啊，还给你带个闺女回来。谢了。吴大爷，我可没闲着，这一路上我也是挑货挑来的。你这张小嘴呀，从不饶人，看将来谁敢娶你。吴大爷，谢谢文夫人出来，我看看她的眼睛。好，走。老夏，嗯，咱们老哥俩私底下谈谈。我看你的女儿喜欢上小鹿喽。我知道，小鹿这孩子倒挺不错的，只要他们两人有缘，我也不反对了。不过小鹿可不是做大夫的材料。哎，他可以继承你那根扁担啊。还对，哎，这孩子再走两趟就经验丰富了。夏伯父，哎哎，您叫我娘啊。哎，王夫人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眼睛还疼不疼了？啊，不疼了，就是有点痒。啊，那就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来来，这个啊，哎，好，慢慢的睁开啊。啊，好亮哦，怎么这么刺眼呢？好好好，哎，慢慢的啊，慢慢睁开。啊，再试试看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啊，一只手。啊，娘，是一只手，是夏伯父的手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别勉强啊，不要睁开了啊，等晚上再说啊。闭上，闭上。那我的眼睛睁好了，是睁好了，娘，娘。英娃，哎，你爹是土司啊？嗯，那土司是多大的官？有没有督军那么大？哎，那不一样啊，我们三民全听土司的。哦，哎，那就是土皇帝了嘛。这个啊，我也说不出来耶。哎，英娃，如果我去找你啊，你欢不欢迎啊？糟了，虎子不能真要这么个媳妇儿啊。当然欢迎了。哎，那山上太没意思，你愿不愿意去当挑夫啊？哎，虎子，啊，别胡说八道。哎，弟，我是给你找帮手。哎，将来你跟五伯伯告老退休，那我们这些个小的还要干呢。哎呀，人家是个女娃。哎，那小灵儿还不是个女的？有了她才热闹嘞。哎呀，那她现在换回女装，反而倒挺别扭的。二虎，快走嘛。哦，哎，爹，我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二虎，哎，虎子，二虎，下来，我要下去了。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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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啊。
哎呦，车夫都像你这么笨，我才不要坐呢。可以慢慢的把眼睛全睁开来了，哎，慢一点啊，哎，哎，睁开，哎，我看见了，我全看见了。恭喜你啊！我想得年轻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你好像你爹，很像。我一直想，你长得什么样呢？还是像你爹，还是像你娘呢？我没见过你娘，但是很像你爹。娘，伯母，你别难过，眼睛刚好。对了，文夫人，不要太激动了。下回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感激你。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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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应该的，对对对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老嫂子，我兄弟，你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啊。老嫂子，这都30多年了，你还以我当初挎着腰刀满脸络腮胡子横生直闯的小捕快？对，我们俩都老喽。哎，您就是那个海大叔对吧？是我是我。先恭喜您了，文伯母，你猜猜看，我们这几个谁是谁呀？我不用猜，你是小林儿。对。你是小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小鹿。二虎啊，你不用说话，我这么一摸呀，我就知道你是兽口楚天仙。老七，一股酒味儿。你是大脚，啊、对吧？大哥，我戒酒了。你戒一个时辰啊，李姐。大娘，半个时辰好不好？随便随便。我们家一门呐、啊，都替你找了这么多。哎呀，老嫂子，你千万不要客气，不然我武大豪就脸红了。老七啊，哎，大爷，什么事？你连半个时辰也不用借，去准备酒菜。第一，我们恭喜呀、啊，老嫂子眼睛好了；第二，恭喜这老怪物啊，妇女团圆；第三呐、啊，哎，大哥大哥，我这酒虫啊，已经到了嗓子眼了，连一二三、啊。第三，咱们明天回城。大家在这歇会儿吧。
小哥，你们走你们的，我跟二虎啊，瞧瞧我那侄女去，然后再追上你们。哎，夏伯伯，那你为什么不替我表妹治一治眼睛啊？你爹跟我谈过，治不好的了。你表妹啊是毒瞎了眼睛，不像文夫人呢、啊，她日子过得太苦，产后又失于调理。眼睛根本就没有坏。哦，虎子，大哥，我们走了。好，我们在前面客栈等你。啊，哎，好，走吧。怎么还没来呢？你说老海。他们要说说话，等吃完了晚饭才回来。我说的不是老海。哦，我托吴老爷子捎信给我省城的老朋友，叫他派人到此地来接婉君母女。他们在省城里有财产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跟老海一起去看他侄女儿去了。约好是今天，所以才赶回来的。哦，原来文大人在省城里还有产业。哎。这话说起来就长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文夫人有个丫头叫方姑的，骗了文夫人的钱，这些钱都在这儿。哦，大爷，五兄弟，老嫂子，您还没歇着？我还没睡了，我在跟他们小兄弟聊天了。您请坐。五兄弟。我听说您要我跟婉君就留在这省城住下来了。要是白老弟愿意的话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吴大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婉君呢、啊、你娘被方姑骗的钱现在都在黄海黄老爷子那里，县城的房子你们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哎，老嫂子，你也看得出来，我武大豪这辈子就靠这根扁担了，将来不做也是个粗粗鲁鲁的小人物。别的，您这话就说错了。五兄弟，您在我跟婉君的心里比谁都重，就算白鹏我把他带去，可是我们永远忘不了。我们这一路上我们三个人都合计好了，我们过去的日子就算过去了，我们也愿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我不稀罕那些财产，因为那些财产会使人有贪念，将来的下场会翻锅一样。老嫂子，您坐您坐。你的比方啊不对，这些钱呢、啊、都是名正言顺清清白白文家的财产。再说你们也没有贪念，这个金银财宝要看什么人用。吴大爷，我和我娘都愿意到青石镇和大家伙住一起。您要是不嫌我们累赘，别的话您就不要说了，我们愿意一直跟您到青石镇。吴大爷，以我来抚养婉君和伯母。好好好，白老弟，我可恭喜你跟婉君喽。跳呀跳过山哟，跳呀跳过水哟，一日复一日。你是哪位？我是个黄海派来的。我就是武大豪，请进来。啊，武大爷，你师傅呢？我师傅正领着省城保安队对抗北洋的散兵游勇，没有办法亲自前来，请武大爷过目。好好。我师傅他老人家较小的，特别禀告武大爷，
由于散兵游泳实在的散乱，北洋军呢又连连的战败，所以外边乱得很。请武大爷保重，小的告辞了。可没说别的。这个哦，没有啊，小的告辞了。我送。大好不雄，省城近日动荡不安，一心擅自做主，已将文姑娘之房地产出售，恐遭破坏了。现将所存之款项和首饰送交武帝，转交文姑娘。于兴正忙于剿匪，不可亲自招待，想武帝一定见谅。那太棒了！你想把婉君给他们撵走啊？也撵不走嘞。别说话没大没小的。老嫂子，这位黄老先生倒是一位杏仁呐。黄老哥在江湖上很得人心，老嫂子，收下，我这可不是比你的。这真是。别动，枪子还没眼呢。各位爷们是，我们就算是土匪好了，从城外看那小子就敲皇家出来的，一定很有身价，所以就跟来了。果然不少，上去拿去。哎，你们拿去吧，反正这些钱财我也没放在心里。拿就好，谢谢你了。走，走，走。张王八蛋，你看老子打醉拳！哎，我哎，小兵，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哎呦！我！看我，少林醉脚！嘿，嘿，看我这，你醉完阵还嘿。少林，这本子，这本子，钱财真是不祥之物。大娘，你还是把它收好。海大叔，哎，您来的正好。哎，是啊。嗨，我那个小侄女啊，小两口过得还真不错呢。现在他们庄子有人回去住去了。哎，听说我们去了，还瞒着你们，为什么不去呢？你们别看我表妹又瞎又哑，做的菜可是棒得很嘞。哎，小玲儿比你呀强10倍哦。哎，为什么要拿我跟你表妹比啊？好嘛，那我以后烧的菜你都别吃好了，不然。哎，依着这小子的脾气，还打算回来找你们呢。哦，对了，不是约好了黄大哥吗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黄大哥没空。强子，好吧，大伙都是歇着吧。明天怎么还赶路？看样子今晚上要好好的守夜。那一定一定。小鹿、小玲，你们俩第一班。老海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照你们的规矩嘛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小鹿，等等我嘛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两个好好守夜，别进步了谈。
店里去，为什么要在家里呢？啊，大概多了几位女眷。啊，怎么还有人在路上招亲呢？这边一对儿，那边也一对儿。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大白头使说啊，你连我都不认得了。哦，就是偷吃我肉那小叫花。哎，大白头使说，告诉你啊，我还差点配成了天九队了。差点好差点啊，吴大爷。话说前头。今儿这两桌粗菜算我大馒头请客，啊，还是照老规矩，不行也得行啊！大馒头叔叔，你说了粗菜呀，我还真想了一路哎。你少骗人了，这一路之上，你都说大馒头叔叔烧的菜一点都不好吃嘛。路途遥远。